第一次打高尔夫，给你们开箱，展现我的教练帅不帅？就你这水平，你有必要用这么好的球吗？浪费了，真的，一点运动天赋都没有。我有师傅的呀。太菜了，你那师傅能啥水平呀？他很厉害的。这就在这一带，我还没见过比我厉害的呢。师傅，我又被人欺负了，有人说你菜，我专打球厉害，快来吧。你别不服，我救兵马上就到，等会儿你就该退休了，估计还得贴我两千五。哎呀呀呀，那走走看啊，试试看。等会儿我给你师傅接这个动作打两下，知道吧？这对他来讲可能太简单了。喊他吧，能来不喊？师傅来了吗？师傅，没事。有人欺负我，一点不熟悉，谁欺负你了？告诉我。他说这是他主场杆，这是他主场。看了吗？我也比你近，啊，比我近。看好了。要不是我没时间，这两天我怎么可能让你跟他学呢？来吧，你我没带杆，你再教练我都不用自己干。来，这么长吗？你说吗？太长了，我看看啥水平吗？就是很厉害的水平。怎么样？继续下一段呗。第二段吗？短杆比完比这个。对啊，这段必须拿捏你。师傅让他俩你喝个外星电解水，天气太热了。还是你了解我，平常我运动的时候出汗出多，我都喝这个水。给身体补充电解质解渴，而且喝完以后可以给身体充电，元气满满。交给师傅了，250吧。走，师傅，这个荔枝海盐口味我超级爱，喝完之后清清爽爽的，非常适合夏天。所以我终于理解健身房为什么那个人喝这个。冰冰更好。哎，那个听什么？哎，这是你师傅？对啊。你师傅张哲。你能看一下边吗？谢谢。偶像，我是我偶像。别打，没必要了。不打了，我们服了。握手能握吗？可以，我握吧，我同意。不好意思，那合照吧，来吧，来得拍拍拍照。哎，你就推这个树叶，你就挠这树叶。那不行吧？可以，随便推，力量推。进，漂亮，好的。打个腿可以了。坐车吗？